超越界限，是毫不畏惧的挑战，是不断的创新，是克服困难的热情，是遇见全新的明天。HMM 提供的所有空间都有着不变的原则及信守对客户的承诺，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空间，遵守约定的时间是我们最根本的追求。我们将为不断变化的海运业提供全新的选择。HMM 拥有各种集装箱船，运营油船、干货船、重载船等，并在不断拓宽经营范围，以顶级的技术提供超越规模和形态界限的空间，在高温的赤道海洋上仍能保持超低温状态的技术，可长时间保持货物新鲜度，为客户提升货物的价值，延展至全世界的 HMM 全球网络，跨过海洋，延伸至内陆，与各种陆上运输系统相连接， HMM 已然超越了海运业的界限。目前在世界主要据点拥有总站和物流设施，不论客户委托任何货物，想要运往任何目的地，我们都可满足。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， HMM 引进了尖端 IT 技术，引领着海运业的变化，为客户安全地提供快速便利的 IT 服务，随时随地可实时确认航行中的船舶信息，以最高效率安全运行的 IT 技术将成为我们信守对客户承诺的基础。2020年将拥有的20艘超大型集装箱船，是集尖端技术为一体的稳定船舶，燃料效率高，且是安装了洗涤器的未来型环保船舶。处在世界尖端的韩国造船技术和拥有高航运准时率的 HMM 船舶运营能力相结合，将开启新的征程。我们将确保超大型集装箱船和各种船舶，提高船舶运营能力，向欧洲、美洲以及全世界持续扩张航线网络，以 Smart Shipping 为目标，不断进行创新。构建这样的基础设施，实现这样的技术，都是因为我们拥有优秀的人才。因此，为了超越另一个界限，我们正培养拥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和与我们携手走向未来的人才，通过不断的培训，为迎接全新的明天做好万全准备。 HMM 认为，海运业要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空间与服务，必须信守对客户的承诺，而这也是我们极具信心的领域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们也在不断突破极限。
能够容纳全世界的空间，运营该空间的技术，以及实现这一技术的优秀人才。 HMM 的这些力量都只为服务客户而存在。我们将不断扩大超大型船舶数量，提高船舶运营综合 Smart Shipping 实力。HMM 超越所有界限，走向未来。